湾来的是莫妮卡，阿莫妮卡唔走，你哪情安尼？啊，二哥，我们讲代志，你先别插嘴，阿你第二等下。你来到去囡仔共款的吼，不管咧蛮好啦，你该教好啊，你叫我处理去啊。你要带伊去倒？为着你好，卖问遐尼济啦。喂，老公，什么代志？老婆，你现在在倒位？曹凤川出来晒日头啊！安尼哦，二哥，那安尼你现在在倒位晒日头啊？啊，我那边后边巷啊，哎。哎，我小弟要带二哥去买物件，买完我再靠你。这阵间，我带你平生。袂的，让你袂当带走。安怎？你即摆人带出来啊？这熊熊良心发现心，今我人一定要带走。只有赤诚在我的手头，我才有法度甲阿妈讲条件。今日袂用的。少强已经知影我带二哥出来，即摆你若是甲二哥带走，伊唔就知影我甲你串通，为着今日袂用的啦。林刚，我再替你想办法。林刚。你定准讲我有真侪时间哦，你莫阁乱啊，甲人好我啦。哎，是谁在乱啊？代志都是你布出来的，若不是你惹上一堆麻烦，我日子嘛唔免过遐这样子惊遐。你莫阁害人啊啦！我惹麻烦，曹凤，做人爱凭良心呢。我为何你我无甲你加出来，这代志你莫讲。我真感谢你无甲我加出来。感谢唔是用嘴讲的，我即摆需要人斗三工，你好我配合就是啊。我今麦就咧甲你斗三工，你莫阁一错再错啊！你若是阁去伤害人，就真正无人会当救你啊！你今麦是咧教我做人的道理呢？别人无认识你，迄个不要紧。你做甚物歹代志，我敢唔知？我跟你讲啦，你无比我阁较高尚啦！你莫甲家己阁敢若性女共款。我无讲我家己是性女，啊，不过我无参详你，你真正是起笑啊！甚物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你拢敢做？你这么跟我开笑吗？好啊，我就笑给你看。我把你的嘴撇破，让你一生做下狗，没够乱说啊！你当作我惊你哦？你真的是小白天的，我讨论你这么久啊，卖两钟我你也当危害我。你干嘛我？你小傻子，你是小白天的，敢跟我笑就笑啊！你他妈不然就死！我来救你，你是怎样的？你给我上放开！放开！二哥人嘞，人嘞，拢是你啦！二哥唔再来找我去，是我想安怎？你问我，怎要问你嘞？你拄只那个人，我搞好我就无代志啊！你点点啊！二哥，二哥你救出来哦！二哥你伫在倒位？二哥！阿姨，是的啦，我就想讲带二哥出去洗洗，晒下日头，我哪知影伊就走无去啊！啊，你明明知伊即马这款情形，你哪无甲顾好啦？阿姨，真正就歹势，我唔是挑故意的啦。你讲白菜。我拄则去调监视器啊，结果伫饭店电梯头前甲你讲话啦，是莫妮卡。啊！你去调监视器？你也是无相信我？我当然嘛做想要相信你，我其实咱阿母当无任何的怀疑，啊，不过事实就是证明，你也是有代志隐瞒我，欺骗我。你即马老实甲我讲。是不是你甲二哥搞表情？阿哥，恁的目的到底是啥？我无，我确实有在电梯拄着表姐，啊，不过我是要劝伊出来投案，啊，你莫阁一错再错。一错再错，一错再错，人是你。我拢已经给你机会，爱你讲出来，想袂到，
想袂到你也是继续讲袂出。我拄只已经去附近的巷仔问过啊，有人看到你，带二哥伫遐甲表姐见面。阿宏，你即摆还阁有啥物话通讲？你到底来进行带去倒位？是，我是有甲表姐见面，啊，不过表姐要甲二哥带走，我唔去，我就甲伊拍起来。当我发现的时阵，二哥已经无去啊。我讲的是事实，我当怎做啊？你阿尊，你即摆安尼凊彩讲讲的，阮就会相信你。阿宏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坦白讲，你到底把志信带去倒位？阿若无，我给你上警察局。我讲的是老实话，无论到底是要安怎，哥哥一定要把我抓去关，你这狗是无？你是不是要关？我不要紧，我给他志信这个囡仔尔，谁若要让伊受伤害，不管是不是超工的，我都袂原谅。阿姨，我知道你这摆就着急，啊，不过该讲的我拢已经讲啊。你这摆什么人来问，我答案都是同款。好，那呢，咱来警察局讲清楚。我无爱去警察局啦。你若是无讲白贼，那安尼你是咧惊啥？惊啊！来警察局。我无做唔着代志啊，我是安怎去警察局啊？无好，你即摆就叫警察来，我要看伊用倒一条罪名把我抓走。好，我即摆随报警，志信是予你带到无去的，警察应该真侪话想要问你。阿姨，你要报警，我无法度阻止你。啊，不过这件代志若是查出来，最后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，安尼我要告你诬告，因为你损害我的名声。你妈安尼我袂来哦。我袂来啦，是恁的。恁是一家伙啊！你啥做你要留去警察局啊？是你家己成功袂出的，你即摆一只路根本就是心虚啊！表姐，你确实有来找我，啊，不过这无表示我跟你做伙做歹代志，你袂当再冤枉我。你若是无交过做伙，是安怎？你要替伊暗砍？伊是我的大哥，我敢会当歪插伊？我承认，我之前确实是目睭青眉，我无应该相信伊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无甲伊交结做伙，伊要来找我，我嘛绝不想要看到伊。你袂当安尼跟着讲，我一直亏欠啦。你莫一堆的，但是就敢那好怪白啦。敢讲你拢无问题，哈？真的，你的个性拢无法度改哈。好啊，免冤啊。蔡强，直接看到你丢人，和因爸爸来跟伊查某囝讲。我看伊安尼哦，再讲拢是话。这是我的代志，谁有这么看得起红爸？为什么用红爸来熬我？这个代志跟伊无关系，伊无需要知影。你就是想着你家己厝内底的人，哈，家人的烦恼。阿云，你有想过我无？你直直讲咱一家伙，一家伙啊！你有看到我为着志信这么操烦，袂已经安尼啊，怎搁无去啊？你有想过我的心情无？一定要我跟你去警察局，人家要相信我，我就跟你去警察局。阿姨，是的，我一定给二哥找回来。刚回信的，告诉阿宏，真正跟莫念考告假，把志成带走，我绝对袂帮伊说。这免你讲啊，那真正是安尼，阮任何人
拢会帮我封锁。好了，先卖讲这，咱做位警察局，肯定是查好行车。自称他家受伤，被家公公，敢讲是真的？那安尼，我若是家己拐转去，以后只要靠伊，我就免烦恼吃钱。自称。嗯。自称。真久无看诶！你捌我？当然啦、啊，恁是好朋友啊！我是丽莎，刚刚你袂认得我？丽莎，恁敢不认识？我听讲你头壳受伤，想袂到是真诶！啊，你哪会走来遮？我嘛唔知咧，我一直行，一直行遮，我嘛唔知。你一个人哦、喔，你哪样一个人我白走，啊你阿妈就烦恼的呢。行啦，我带你来等，等我行。哎，有救啦！哎，没有啦，喂，你放开啦！哎，救人！志成，志成，敢是你？救我者！救人啊！叫歹人！救人啊！叫歹人！多谢你哦，哎，这行的。哎，阿舅看无哦。嗯。啊，你打电话叫我，咱有熟识。咱当然嘛熟识。你那一个人伫咧遮，敢无人陪你？啊，我想要回去找无路啊。你唔免惊，我带你去恁丈人家。丈人家啊，要怎行？位迄边。哦。来，我靠，我看你了哈。